排位要维护了吗？不会吧？今天版本有更新，我看看一下官网。也没有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9月10号那是就几个区吧？不在，我们不在这个那三个区啊，就那三个区要维护。这房子没打 F6 跟16人的，我们往下刷。你扭个锤子扭，他都扭了也活不下来，一直扭干嘛呢？他又往回走，又往前走啊！他不给我吃这个头。也对。不给死哥头是对的，死哥拉头太强了。我再刷一圈到6级了，死哥一定要会刷才行。而且不要点终极猎人，不要点终极猎人，不要点终极猎人啊！点贪欲猎手啊！不要觉得大好的快有用，终极猎人的刷也太伤了啊！贪欲猎手好用的多，有发育你就有伤害。就很多新手死哥啊，就很喜欢点那个终极猎人，那个东西不能点了。
补一下线了。差点伤害。有带刀就好了。帮我砍一下，这边有闪，可惜没帮我砍到啊！闪现换闪现，死鸽子要有头就行了。有轮头就行了。五级皇子，哎，死哥有点不太方便打这个先锋，其他都还好，就是不方便打这个先锋。这能偷了一组 F6 不打红是什么鬼的？特意刷个打野刀，我再打他的。有人要来了。他应该是没闪的。怎么把他抓死？可以控这个先锋。差不多该到了，怎么还没来呢？
最烦的就是这个事情。想控这个先锋，一定得把这个中上杀了一个，不然死个不好控。所以有时候这先锋不要太想拿，随缘就好了。太想拿反而还拿不到。太想杀我了，这个人，来一条风龙魂吧。这王者去中了。感觉我的野区都跟对面一样，贼没安全感。看到没有？打得很恶心人，这又没视野，现在又被压，就会这样的。都不知道从哪里面就冒出两个人了。来个爆裂魔杖，不过我们有头就行了。我们这个中上都不会买眼的，他身上眼不知道放哪了。这辅助丢的眼，假眼也没有。Yeah!
就能走位没规律的这些人。哇，伤害不够，再 Q 中一个就行了。两级二了，伤害不够。把刷刀有点点少，等我把书买一下，叠起来来个帽子，对面就没得玩了。感觉环子要来先不要合书，看一下这个情况了。改这把可以打个30分钟这样。配合一下，这波可以操作一下对面，对面肯定要去上路守。有你妈的，你就 A 你就完了。这个塔算了，走了，感觉有点危险。这塔吃了，可能人就没了。可以，老武器了。
今天最后抽一轮奖，这我送办卡抽500现金附带打号3小时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送一下啊。中奖的话可以直接转账啊。办卡抽500，快点打号3小时啊！你们老问我怎么打号，现在有机会来了，送办卡就能参与了啊！中奖还能获得500元现金啊！等我来个帽子，马上16级了。谢谢小齐送的办卡，帽子差点全有了。2350，土龙魂来一个，妈的，这些人老是盯着我杀。这房子等我二号他死了。好像没什么魔抗，除了这个上单，还有最后5分钟开奖，这会送满卡抽500现金啊！快点打号3小时，今天最后抽一轮了。
醉，忘掉你已非单身，成了罪人，忘形一吻。钱差不多了，550加2600。我直接三穿吧，直接。最后三分钟开奖了，最后送办卡抽500现金，附带打号3小时。最后三分钟，中奖可以直接转账，钻四钻三也能打，不过只打人多的区，时间减半。给钻四钻三的朋友想参与的话，也可以送一下。我这一个二女警应该要死了。来，盖个大他就死了，盖个大我伤害就够了。我这大的话打他1000血没问题的。这没杀掉，卡住了。最后2分钟开奖了，这会送办卡抽500，附带打号3小时。